是泪中成眷属，滚床搭阵。不过早在两人开启同居生活后，一些不经意的裸露接触当然少不了。看什么啊？你怎么还在？不行吗？我是说给你一天的时间搬走。所以你现在是跟我走了？原本执意说要走的人是你，不是吗？我仔细想想，我要是现在就搬走，就让你得逞了。好歹我也是工艺坊最资深员工，而且住这里是我的权利，是吗？你自己不也这样说吗？干嘛？是我的，借擦一下又不会怎样。你用这个擦。变态啊！反正我是不会走的，我会盯着你。干嘛不穿衣服？我刚洗完澡啊。你之前不都穿好好的才出来？你不是也常常洗完澡就打赤膊出来？那是我的习惯。什么啊？觉得你很任性。任性？你个秦始皇说我任性？身材好了不起啊！啊，你不知道上厕所？借过。哎，毛巾会不会太冷？盖好，热。你还在发烧，会着凉了。细心照顾生病的师妹，暧昧情愫达到沸腾，同床共枕眠也是理所当然。竟然是坏笑啊！不要。
装你模样，不要再做噩梦了。这个腼腆的笑容真的是甜到心坎，同属傲娇属性的两人撒娇的样子可是萌到连隔着荧幕都不禁手指卷曲。像孩子一样把头点转了转，字句猖狂套中你模样，我想我还是一样被你混乱的文法有像是一场被渲染的花香，黎明的花开在有心房，没有谁想写错离别的时差，我想了去帮你倒杯水，擦掉真相，想要飞上云南走上，有点复杂带点单纯的睡觉了。不。晚安。嗯。想体验一下水滴铺的感觉。我像是一张被渲染的画像，黎明的花开在有心房，没有谁想写错离别的时差，我想了想擦掉真相，饱满的金石 CP 狗粮可是陪伴各位不少时光，如此深刻的画面就保留在大家心中啦。完全娱乐林汝珊报道。